欢迎收看由中时电子报以及台湾运彩共同制播的时来运转，我是玉池佩玉。欢迎今天节目的特别来宾，台湾运彩公司总经理林伯泰。总经理好。大家好。每年六七月啊，都是重要球赛的旺季，无论是棒球啊、篮球啊、足球啊，或是网球，都是强强棍哦，也是我们运彩投注啊最热烈的时期的。那么今天的运彩美角呢，就要来跟大家谈运彩夏日季给你好空气抽奖活动，请总经理来为我们说明。好的，哎，喜欢运动、喜欢球赛的朋友们啊，绝对非常有感哈、哦，因为每年啊，到了六月、七月啊。几乎是各种球赛都在这边、啊、球赛的旺季，对，非常的这个热络。对、哦、那包括哪些呢？有哪些球赛呢、对，在六七月这边呢、啊嗯、我们像我们国球棒球，对不对？是美国职棒、嗯、MLB、嗯、日本职棒、对，韩国职棒、中华职棒的例行赛都在这个时候、嗯、很多比赛在进行。 对篮球，对不对、嗯，这个总冠军的这个 NBA 对 NBA 的总冠军系列战啊、哦，这个也在这段期间。是。另外呢，足球。足球。哦、足球今年呢、啊、有女子的世界杯。哦，女子世界杯。对。然后呢，非洲也有这个国家杯。对。中北美洲啊也有金杯。嗯。欧洲也有 U21 的锦标赛。对。你看各州都有重要的足球赛，嗯、对不对？还有网球，还有网球哦，对不对？法网完了、嗯、有温布敦，对，对不对？没错。你看，不论是棒球啊、篮球啊、足球、网球，都有非常精彩、好的这个赛事、啊，都到了关键时刻，都在这个时候呢，平行的在进行。对。所以，我们台湾运彩啦、嗯除了这个提供很多的玩法给大家来这个参与球赛之外啊，是，我们也想说这段时间呢、啊，来推一个。抽奖的一个活动哦，怎么样的抽奖活动呢？我们就叫它叫做运彩夏日季，因为六七月嘛、对，那给你好空气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送空气清净机哦，要给大家好空气啦。对对对，要给大家好空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哦，跟大家报告，从六月四号开始、嗯、一直到七月二十九号，是总共有八个礼拜哦，八周的时间。对啊，我们每周都是从礼拜二结算到礼拜一哦，二到日，对，二到一，二到一、哦、的一个情况、然后在那一周啊、一完后的礼拜五会来抽奖哦。那抽什么奖呢？哦 ，OK，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了。好的，那跟大家报告呢，我们每周啊，都会抽出啊三台的海尔的这个空气清净机啊、它的型号呢，是所谓的海尔的 AP450， 对 AP450 啊、它叫做大 H 的啊，是，那它这个是市价呢大概19900块，哦，也不便宜耶、那我们每周抽三个，一周三个，八周就有24名、是的是的，所以要给大家好空气、这样子。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呢？哦，很简单，你到投注站也好、或者是到这个申请虚拟会员网络投注也好，是，只要你单张或者是单笔，投注呢满500块，满五百块，而且里面呢、有串到三关哦，要串的游戏玩法，是，对，为什么要给大家有串关呢？因为基本上这么多的赛事，对，有人喜欢棒球、篮球、网球、足球，对不对？同一种赛事里面你可以挑三场串，是，不同赛种你也可以跨着串哦。由于赛事很多，那也想说让大家多点参与，对，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八个礼拜，只要你每次单张或者是单笔、投注有500块以上，然后而且这里面呢有串到三关以上的比赛，是，那你就可以呢在我们网站上登录，那就可以呢有机会呢除了你彩券中奖之外，也有机会呢抽中这个清净机，对，那有个好空气，这样子，对，一举两得哦，是是是，没错，所以台湾运彩呢是从六月四号到七月二十九号举办这个运彩夏日季给你好空气的抽奖活动哦。那么每周呢将抽出三名海尔空气清净机，总共24台哦。那么消费者呢可以不限球种啊，不限玩法啊，只要单周单张或是单笔呢投注满500块，而且有串三关以上呢，就可以得到该周的这个抽奖机会咯。然后呢，你只要到台湾运彩的官网呢，活动的网页输入相关的资料，完成登录，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咯，就是这么简单。感谢总经理今天的运彩美角，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玉池佩玉，在这边也祝您幸运中大奖，时来运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